然后啊，没有看到我都唱到流汗了吗？可见，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不是不是，我不是要卫生纸。可见台中是一个多么热情的地方呀！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觉得今天如果那个这一个点可以更被满足的话，就更圆满。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看不到后半部的朋友们啊，看到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Hello， 我是曾佩慈，这样看得清楚我吗？还是你们从头到尾都把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只有看到前面的朋友，因为只有前面有灯。那今天这样子，现在这样我觉得超棒，就是整个灯会有更温暖的感觉。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台中唱歌给你们听，也很开心。今天我们等于是共度元宵节，对吗？吃元宵了吗？还没。我今天回去应该是不会吃了，但是其实我会跟家人团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元宵节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希望你们可以跟你们自己很爱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团聚，好吗？好，那最后呢，最后要唱这首歌之前，我刚刚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们会那个跑出红线啊，你们不要跑太远哦，爸爸妈妈在哪里要认得哦，不要跑太远好不好？我等一下会下去，曾佩慈姐姐跟阿姨会下去，那我下去后面的朋友就看不到我了，所以就上 Facebook 找我可以吗？我的那个官方粉丝团是曾佩慈佩珍有蓝色勾勾的那个，然后 IG 也是，反正就是找有蓝色勾勾就对了，好不好？期待今天人数暴增哦，可以吗？好，哎，等一下，灯光大哥，我们先不要按灯，现在这么漂亮，我们一起先大合照好了，应该来得及吧？好，来，准备好了吗？今天是灯会，不然你们看你身边有什么亮亮的东西。其实你们本身就在发光了，所以也没有关系。好，准备好了吗？来哦，一、二、三。好，那我就带来最后一首歌了哦。这首歌叫做《我爱你》。这边超大声的，右边的朋友 ，Wake up！ 有。左边的朋友。你们先不要出声音，左边的朋友加油。选一个，很好，哎，后面的朋友，至于何必学着微笑，报一点笑。前面的朋友可以握到手，那后面的朋友拿海报好不好？预备备，我的天哪，不要拍我的丑照。至于何必学着飞翔？好，后面。